原标题太珍贵了，亳州这些罕见老照片曝光，哪一张勾起了你的回忆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亳州经济社会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时间无声，岁月有痕。今天我们用一组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亳州的变化，或许能有一张让你的内心泛起阵阵涟漪。白布大街，改革开放初期的白布大街，1990年代的白布大街，如今改造后的白布大街。卫武大道，1990年代刚建成不久的卫武大道，卫武大道的喷泉成为当时亳州的地标性建筑。如今的卫武大道，规划中的卫武大道高架快速路正在招标火车站。1980年代末刚建成不久的亳州火车站，一批又一批亳州人从这里乘火车闯入改革开放大潮。升级改造后的亳州火车站，新的亳州高铁站正在建设中，将于2019年建成。公路，改革开放初期亳州的公路，105国道亳州段改建后的亳州105国道一级公路，四通八达的亳州高速公路网。郭河桥，1969年10月人民大桥正式建成通车，1989年4月人民大桥复线桥竣工通车。改造后的人民大桥，如今郭河建安路隧道已经通车，汤王隧道正在建设，另有多座市区郭河桥梁即将建设。商场，改革开放初期的亳州集市，1980年代亳州百货大楼的家电柜台和百货柜台，如今各种商业广场、商业综合体在亳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公园，1970年代的曹氏孤堆，后来这里成为了曹操公园，如今市政公园、灵溪湖公园、林雍城，一个个大型公共设施在亳州建成，城市1980年代的亳州市区南部，如今的南部新区。1990年代西一大道街景，如今的西一大道两旁高楼林立，中药材交易。改革开放初期的亳州中药材交易，1990年代的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，1985年9月9日亳州首届药交会，2009年位于站前路附近的中药材交易中心。如今亳州药博会已飞升海内外，历史的印记从图片中走来，上面这些图片是否在你内心激起波澜？没有改革开放，就没有亳州的今天，也就没有亳州的明天。改革不停顿，开放不止步，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我们继续努力。图，刘涛、张延林、刘勤力等部分摘自《古都新资》一书图片搜集，明光、李庆亮等编辑，明光编审，红娟方录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